先生，你受咗伤，俾人暗算啊！既然你都睇出，又何必再问呢？我唔中意喺背后伤人嘅。如果唔喺背后出手，根本冇人可以伤得到我。后生仔，你个口气太大啦！本来你已经受咗伤，我系唔想出手嘅，但系你个口气咁大，我冇法子唔教训下你。念在你已经受咗伤，而家我就让你三招。哼！哎，你点解要走？我唔想你死喺呢度啊嘛。我点解会死啊？因为冇人能够让到我三招。咁即管试下。你冇本事让得我三招，一招都唔得。我话过让你三招嘅，但系你只系出咗一次手，仲有两招。二三，好啦，你已经让咗我三招啦。中出手真的挺难打伤你。今日我已经得到一个教训，绝对不能够让人三招。而你亦应该要记住，如果一出手就要将对方置诸死地。